真发心了，不要再留念这个世界。不但这个世界不留念，华藏世界都不留念。你想往华藏世界，你去不了。你要真正做到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才能生华藏世界。就是多难。下面说，是故经云，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直住百岁。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是无量寿经后面的经文啊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啊，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肯定不是现在啊，所以世界上许多预言家都讲世界末日啊，这外国宗教啊也讲世界末日。世界是不是有末日？这都有问题啊。佛法不是这样说法的啊，佛法讲法运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出世的法运不一样。实在讲，佛哪有法运呢？这运是众生呢。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都是众生。我们认真肯学，那就是正法。啊，听了之后不愿意做，那就是相法。听都不愿意听，那就是末法。所以啊，这个佛的三种法运呢，是从众生说的，不是从法说的。佛没这个问题啊，法也没这个问题啊，实在是人的问题啊。那么我们对于佛法有这样强烈的爱好心啊，那就这些正法嘛。啊，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跟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那个时候一般人学习那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。他们跟释迦牟尼佛一生能成就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生也保证成就啊，这真法了啊。可是人的根性啊，佛是看出来了啊，的确，一代比一代要差一等啊。那么到9000年之后啊，我们现在慢慢也能想到一点，这个众生的业造的业累积啊，累积的这个恶业越多。这个人的好运就没有了，居住的环境跟着变了，就风水轮流转了，富人居富地，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可是这个人是有福报的人，他到这里来一住啊，2年3年风水变好了，会变啊，这个地方风水宝地，那个人缺德啊，造作恶业，他在那住上3年，风水就变坏了。境随心转，啊，这个地球
是一块宝地啊。地球上的人都能够随顺心的，修十善，不造十恶，这一块宝地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它会变得跟极乐世界一样。极乐世界，你看世尊给我们介绍啊，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，那个地方的人皆是上善，聚会一处啊，不是普通的善呐，上善。啊，上善标准并不很高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修上品十善啊，我们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来生到哪里去？来生到天道啊，忉利天以上啊，上品十善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这上善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中品十善得得人道啊，下品十善呢，阿修罗道，这三善道。啊，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止上善啊，除了上善之外的时候，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。在我们这个六道啊，上善到天上还是迷而不觉，他没悟啊。啊，怎么知道是悟了？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个人真正发菩提心就是觉悟啊，发心决定要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念头就是觉悟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离开六道轮回啊，不但要离开六道轮回，你脱离十法界了啊。脱离十法界是什么人呢？菩萨了，阿罗汉做不到啊！阿罗汉只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脱离十法界。那你发这个心，你要生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脱离十法界了。虽然不是大彻大悟，他所得的果报啊，跟那个大彻大悟的人没两样。这稀有的法门啊，真发心了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啊！不但这个世界不留恋，华藏世界都不留恋啊！你向往华藏世界，你去不了啊！你要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才能生华藏世界。你说多难啊！可是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啊！华藏世界里面
最殊胜的一个宝地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我早年在新加坡讲这个经，啊，给同学们做比喻，啊，他们对这个华藏极乐，啊，总认为这是两处，我告诉他不是两处，是一处。啊，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，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呢，啊，好比乌节路，他们最繁华的一条道路。乌节路，华藏世界的最精华的地方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就升到华藏，升到华藏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啊，那要也会去啊。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轨极乐啊，还是会去的，没有直接往生那么样的了当啊！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得认清楚啊！啊，你才真正啊放下万缘，一心皈依弥陀净土啊！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